有本事通通事先讲，江江的 APP 帮全国散户打造一个简单、轻松、明确、超愉快的股市人生。好，先来看我们的共同持股，叫做全新。11月4号送给全国每一位会员，还有每一位 APP 用户，我们看好的3到6个月有机会翻倍的标股叫全新。当天是60.9，有没有？好公司碰到倒霉事，回撤10年线啊，长线好买点60.9。你相信我的专业长线的选股的能力跟判断。好，今天75.3。每一位贵宾都轻松赚的24%哈，恭喜相信江老师的会员。好，另外呢 ，APP 有没有箭头？深瑞箭头，好，每一个用户轻松暴赚70%，这就是 APP 的价值。东哥游艇扣 3D 提款机，每一位尊荣 VIP 都赚了10张49万，有没有？好，那继深瑞喷出啊，东哥游艇喷出后，来看证据哦，10月11号。APP 选出主升高价合一，用户点选主升高价看周线的扣 3D 有没有，所有扣 3D 都会叮咚通知尊荣 VIP 强迫取分强迫获利，双11254 APP 又叮咚通知合一长线大标股的买点。好了，你很轻松，你很自在的，你有很有信心的买在254，2周前10月11号，今天亮灯涨停，有没有惊为天人，赞叹不已哈！好，过来哦，洪杰科，你看节目都会背的，口诀都会背的，做梦都会背，有没有？有勾勾勾出未来，喷出大涨的希望。今天选出来洪杰科72.4，收盘亮灯涨停，再度证明哈，惊为天人，赞叹不已。好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哈。APP 是你目前最好最幸福的选择。另外哈，节目要强化。未来为何过14657会喷翻天？那一旦月季线黄金交叉会喷更凶呢？好，另外呢，我们的粉丝团会独家赠送合一的研究报告，请各位锁定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金的节目。今天是11月23号，礼拜三，台北股市呢完全毫无悬念，你通通不用事后去解盘，有没有？你相信江江专业跟最有爱心的预告就对了，有没有？好。12762 APP 翻红，然后一路都是红，送大家1800点暴利。那昨天是不是跌？我说过哈，月季线即将金叉，叫做最后拉回，最后买点。昨天盘中14371送大家喷出 anytime， 随时会喷出。好，今天呢两天高低点差了276点。好，我今天节目会强化哈，会再度做强力的教学。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去说服大家哈，过14657会喷翻天。那一旦月季线金叉成型之后，你要如何去做观察？为什么会喷更凶？待会做节目做完整详细的解说哈。好，另外今天晚上我在脸书还有 Telegram TG 粉丝团两大粉丝团会免费分享我们团队做的合一的研究报告哈，今天晚上做独家的免费分享。好，投保你看到今天所有人都在讲合一，那待会来看证据哦。这一天是11月11号，江江的 APP 史上最强 APP 在这一天选出合一，好，选出合一，然后呢还叮咚通知所有的尊荣 VIP， 那你不是 VIP， 你在 APP 也可以看到哈，当天一定会看到合一。好，你看哦，当初买多少钱？买254，当天还小套，对不对？买进后还小套，但是今天喷涨停了，有没有？就是 APP 啊，这个非常强大的能力哈，他会想尽办法，好，他会尽全力把未来会喷的通通事先帮我们选出来，就是 APP 他最强大的地方，有没有？
很简单、很轻松、很明确，让所有在股市操作的散户呢，不需要紧张兮兮，不会想东想西，不会涨也怕跌也怕，因为你有很明确的依据 ，APP 有自动选股功能，选出来还会叮咚通知你哈，帮你创造超愉快的股市人生。好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一个创举。这是我以前哈网络技术班教所有会员的控盘转折操盘术，在网络技术班有教技术如何做计算，如何运用跟判断，然后呢还搭上口诀。这个口诀是什么？转折是一种力量，然后这有勾勾会勾出未来喷出大涨的希望。好，以前是你去学的，让你学习的技术跟口诀。那经过我们 APP 打造出来之后呢，你以前要花时间判断的，去做研判的，去做计算的，现在完全不需要花这个伤脑筋，一秒钟 APP 选出来有勾勾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股价完全没有喷141，有勾勾，转折是种力量，有勾勾会勾出未来喷出的希望，超神奇，对不对？好，141喷到175，今年 APP 只推荐3次，3次累积获利112%，超强的 APP 创造什么？创造了稳稳的幸福。投资者，你看哦，你认真啊看每一档主升标股要喷出钱的转折形态来，你看这个华擎还没有喷，有勾勾。那么勾出未来喷出的希望，扣 3D 提款机 93.4 APP 93.4 通知一次， 104通知第二次，喷到128。投资朋友，是不是史上最强帮助散户反败为胜的最强武器？再来金星科，你看股价372， APP 又帮我们选出来控盘转折操盘术，转折未来 K 线在这里，转折讲未来，转折是这种力量，是明确往上，有勾勾，是不是有很明确的勾勾？有勾勾，勾出未来喷出的希望。2372叮咚通知尊荣 VIP 喷到583，请问你感动不感动？史上最强的主升标股 APP， 三次累积赚了121%。1.21倍，好，恭喜大家哈！另外，投资者，你看这个爱普跌五波段，五之五结束，扣三 D 勾勾往上，这种不暴赚太可惜。142喷到213，投资者哪一档是喷出后才请你去做追加？没有，不可能。坚持主升，专攻起涨，是 APP 的强项，无可取代，好，非常之强哈！好，来哦，这是我节目送大家的抬杠声，有没有看到？明确箭头扣 3D 转折是种力量，有没有？111，好，喷到今天136、137的，是不是？他轻松赚了25万跟50万，有没有？无与伦比的开心。投资者，你再看一次，喷出钱，他选出来，叮咚通知你111，然后喷到136，有没有？简单轻松明确。你看这个金居，投资者，你看哦，你看一下这个金居，来，投资者。通常哈，股票这样子哇，大概就搞死一堆人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喷一段之后呢，整理，有没有？一旦整理，你很容易就因为它暂时没有涨，它是股票轮动的惯性。你看哦，假设真的是大多头，大多头隐含很多股票会涨，那很多股票会涨又不可能全部在同一天涨，所以必定是轮动，所以呢。每次轮动都会洗掉很多人，可是投资者，你看哦，金居 42.45 APP 选出来，超强简单不用思考，买进42，今天53了，轻松赚2×6，请问这是不是帮你创造一个简单轻松明确非常愉快的股市人生，有没有？史上最强 APP 啊，好，恭喜每一个 APP 用户赚翻天，是不是证明了我的 APP 带给所有的用户无限的光明跟美好？好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来看这个深瑞。深瑞是20年的苦人技术，有没有？一秒钟让你看见28.7，叮咚通知，有时候很明确，勾勾也是往上，好，很明确，28.7买，你不是等到昨天50才追啊，
投保是不是坚持主升投保？你只能买这边，是吧？你用 APP， 你只能买这里，你不能买这里，你不能买这里，是吧？听江江的，坚持主升的 APP 不会追高，永远坚持不追高哈。你看哦，轻松买28喷到50，已经赚了7×1。那请问你是不是这一波全台湾数一数二最强的赢家？没有错哈。每一位用户都被叮咚通知，所以保证每一位用户都轻松赚7×。过来，东哥游艇有没有？好，11月16号有没有？投保你看到、哦、我才教完，有勾勾有没有看到？转折是力量，他要你看这个有几个勾勾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哎，有三个勾勾。264叮咚通知，扣3D 提款机，全国唯一具有预告能力技术。打造出来的 APP 264碰到昨天315，有没有轻松？有没有简单？完全没有难度，完全没有难度哈！惊为天人，令人赞叹不已的勾勾跟口诀哈，请各位好好享受，这是能够帮助你未来一定可以反败为胜哈，这个逆转胜的最强武器哈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哈！恭喜每一位尊荣 VIP 哈、啊、我们 APP 的尊荣 VIP 短短5天都可以轻松赚49块钱哈、啊，请各位好好把握，来投保来看证据喽。10月11号，这是摩尔这边投顾有没有？APP 尊荣升级 VIP， 所有扣3D 的股票 APP 选出来，不管是主升低价或者是主升高价，通通会叮咚通知 APP， 很贴心，怕你在忙。怕你因为 有某些事情好忽略掉了，没有去看 APP 错失买点，它有主动叮咚通知强迫取分的功能。好，10月11号、选出合一还叮咚通知，好，你看到讯息叮咚你的好 LINE 的讯息，看完之后呢，马上去主升高价去看是不是有转折扣三 D， 是不是确认一下有没有勾勾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来哦，有没有看到4143的合一，10月11号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勾勾？你看一个勾、两个勾、三个勾啊，三道金牌往上飞，有没有？好，254选出来，叮咚通知你，你一定可以把握254买进，好不好？你今天不用追啊，亮灯啦，有没有？254 APP 帮你选出来，叮咚通知你，以怕你再忙忽略掉主升起涨的标股。254买进，今天289.5，毫无悬念，全国唯一最强的选择，是不是？好，请各位握紧拳头哈，拿出霸气，把握机会了哈。好，另外，你看今天，你看是不是？我以前没有讲，你根本不知道。你看，我连我的技术班的口诀都愿意拿出来事先跟各位做分享，没有？很多用户说很可爱哦。哎，江老师，我做梦都会背了，我做梦都开始笑了。为什么？转折是这种力量，有勾勾会勾出未来大涨的希望，是不是？往上勾两个勾，是否有看得很清楚哈？72.4选出来，叮咚通知你，今天哈、所有这种 VIP 都保证有被叮咚通知，宏杰科72.4附近的扣3D 的买点，收盘75.5。是不是很轻松啊？保持热爱 APP 会帮你创造稳稳的幸福，因为超强无敌跟万岁哈。好，另外呢，投保是不是请各位一定要拥有哈？好，投保另外这个除了深瑞、除了合一、除了宏杰科哈喷出之外，证明 APP 是你最幸福的选择之外，投保你看到这一档超开心呐、啊！投保你看哦，我当初讲什么？11月4号是不是10月底？江老师跟各位说。每年十月到隔年2月跟3月是台北股市有史以来多头惯性最好赚的时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当初问大家一句话了，你愿意吗？你愿不愿意把你愿意做长线投资的股票的资金，给我3到6个月的时间，我帮你创造一倍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当天10月4号晚上。送了4档股票给全国的会员，还有全国 VIP 用户。你11月4号之前是我的用户，是我的会员，通通都有拿到全新。你看到？好，你看哦，你看过去的轨迹，我看到
欸，打到十年线扣三 D 勾勾是往上勾，喷一倍，有没有？可是这喷一倍不是三天就完成，花了三到六个月时间。好，过来第二次，打到十年线勾勾是往上，欸，给他三个月三到六个月时间，他又喷了这个是喷的最近1.5倍，毕竟两倍。有没有？好，你看哦，现在呢，好公司遇到倒霉事，股价回撤十年线，途中的前两次扣三 D 都翻倍，那这一次呢，相信我会翻倍啊，6.9，投资朋友，所有股票你会赚钱，你会从中赚到大的暴利，绝对不是喷出去之后才追，听江江的，我不会害你，绝对是，你看股价跌13个月。跌13个月，回撤历史长线支撑，转折扣三 D 勾勾是往上，有没有看到？勾勾是往上 ，K 线在这里转折讲未来6.9，有本事6.9跟用户跟会员说，给我时间，我们一起创造3到6个月后翻倍的获利。好了，那今天就恭喜啦，75啦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是这边默默的布局。别人不能赚，别人不敢赚，别人不会赚，你相信最专业的判断，然后你今天是开花结果，每一位用户跟会员都是我的贵宾，有没有？每一位贵宾都轻松赚了24%，有没有？毫无悬念啊，没有难度，请各位把握机会哈。好，那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，各位再一次的做最后的通告了哈。好，这个是周年庆买一送二最后一天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天也说明天过后就没有了，不止没有，而且你必须要再等一年哈。好，另外呢，好，最近也真心有感谢哈，有太多的 APP 用户提前续约了哈，那感恩回馈。所有续约提前续约的用户呢，全部都免费，没有增加金额，没有增加费用，还有打折的情况之下呢，通通免费升级成为尊荣 VIP， 享有什么？主升低价，主升高价 APP 选出来之后，叮咚贴心的叮咚通知功能哈，让各位掌握更多标股，赚更多了哈。周年庆今天也是保证最后一天哈，明天起就没有了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。好，我今天晚上会在我的 Telegram 还有我的脸书哈赠送合一的长线它的利基的研究报告哦哈，扫描 QR code 做加入啊，我的节目你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。好，另外一个重头戏要来，投保注意听哦哈，事先讲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好，简单带过去好，三次翻绿都暴跌。证明 APP 有保证空头不产赔的功能，十月底到隔年二三月多头惯性最好赚，江老师绝对领先市场，通通事先讲，10月28号翻红了， APP 翻红持续红，有没有？我连未来挑战14109，未来挑战16403，我怕你不知道，我都节目做免费教学，在12900点。万三没有过，我喊万四跟万六，而且是用技术性教学去跟各位做分享，有没有？你看电视都爆赚了，是喷翻了，喷到14568了，没有错哈。上周预告会拉回，是不是拉回？好了，昨天拉回，前天讲月季线将金叉拉回到最后拉回，昨天讲什么？讲拉回是最后拉回，既然是最后拉回，就是最后买点了，有没有？昨天14371，随时会喷，喷出 anytime， 随时会喷。好了，今天是喷的，来，同学们，你看到这是昨天的截图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是不是看到勾勾？是不是？你看有勾勾，喷不喷？当然喷啦。好，你看我昨天我是拿 APP 的图形跟各位做教学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果然喷出之后呢，我今天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跟各位讲哈，有没有？好，你看，同学们，你看这是今天。这是昨天11月22号，这是今天，哎 ，OTC 也来喽。昨天是大盘现货有勾勾，第一个勾勾，好，今天是什么？今天是换 OTC 勾勾也出来，所以投资朋友毫无悬念喷啊！你看哦，这底下是什么？底下是筹码，有没有？主力筹码是不是很明确？主力筹码翻多啊，一路红。好，趋势走向翻多一路红，所以这两段的走爆的大涨呢，毫无悬念，
通是我们的。好，那经过扣高休息后马上就要扣低，所以先讲一个数字，186.04。 好，这个184，我们待会看 APP 的收盘好了。好，来跟各位讲两件事情了，过14657会喷，月季线经常会喷更凶，来做个教学。好，投资注意看哦，投资你看，这是加权股价指数，来投资你看这个8523，投资有没有？是不是看到我把它放大一点？投资你看到是不是这边有金叉？好，来投资这边是不是金叉？月季线金叉，请问是不是有回档？回档后确认金叉，只要金叉后这两条线不破，喷更凶。有哈，好，就说未来会喷，会有更大急速多头，它绝对需要什么月季线金叉的加持。好，你看过8523的模式，我们看到好喷两段式的喷出。好，你再来看最近谁，好吧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道琼。来，同学们，你看又是很标准的哈，你看是不是？这里出现黄金交叉，有没有出现什么拉回？最后拉回。你看到最后拉回，拉回把握后面喷出就是你的，是吧？没有错吧？好，你刚刚看到什么？看到8523黄金交叉后的喷出，更大喷出的模式。你现在看到道琼因为季线金叉惯性拉回最后买点，然后喷出的模式。好，回到台北股市呢，是吧？来哦，啊，理论上哈，好，我给各位做个这个最后的叮咛了哈，来，是吧？理论上是看起来是3到5天了哈，就是说好做注记哦哈。好，这个3到5天内啊，应该就会金叉了啊。那一旦金叉哈，注意听哦，我的解脱的结论哈，金叉后注意看，金叉后破支撑，所以你还是要去看这个支撑哈。金叉后万一又破月线又破季线，拍谁？它重回空头，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金叉后类似这里。破线一定是空头，那金叉后只要不破线，那不破线呢？好，不破加过哪里？过14657，相信我，喷翻天！因为你刚才已经看到什么？你刚刚已经看到8523的模式，你看过美股道琼的模式，懂意思哈？所以好好的把握机会。那一旦金叉成型后，金叉成型后。会有更大急速的多头，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哈。一旦成型，说，比如说这两条线金叉后，它只要循序渐进，没有跌破两条线之前，你要相信我的判断，你要非常有霸气，因为股票不可能，股市不可能每天涨，懂我意思吗？即便是最大急速的多头。它也不可能每天涨，所以它一定会有震荡的时候。可是你要把那个架构，你要把那个趋长均线代表的趋势的架构，把它牢牢的抓稳。有没有看到？你看这个左边，我换成一个颜色，你看各位说明就知道有没有看到死叉啦，死亡交叉站不上均线，它就变成空头，懂我意思吗？那现在是黄金即将要黄金交叉，看到？即将要黄金交叉，它只要未来均线没有做跌破，它就势必会喷出。其实没有太困难，好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哈。所以各位重复一次结论哈，一旦确认金叉后没有破月季线，喷更凶，更大急速多头，而这个讯号会落在14657。好，跟各位讲一下这个 OTC， 来看这个 OTC， 来，头部你看哦，是不是？OTC 日线昨天还没有出现勾勾，哎，今天有没有看到今天的勾勾跑出来了？转折是力量，有勾勾会勾出未来喷出创新高的希望。讲完了，好，自己好好去思考一下。好，我常常这样子跟各位讲说，我只能把我的专业通通事先讲。去帮助大家，那至于你能不能赚到暴利，能不能赚翻天，那靠你自己是否能够拿出霸气的，靠你自己决定了。我常常说每个散户
都有选择过更好的日子，你自己要把握机会哈。APP 呢，我认为哈，良心的建议，我认为是你目前最强的选择。为什么？是未来会喷的，通通事先选啊，箭头扣三 D。你看今年呢，今年已经有六档高利威盛、金星科、宝林富锦、巨庭、金城科六档赚超过一倍了。每一档都是 APP 选出来的，箭头扣 3D， 光这两种选股模式已经足够帮你创造一生稳稳的幸福。箭头会叮咚通知所有用户，你看过高利七月份 61.5 叮咚通知每一个用户哈，选出来 61.5， 然后呢122，这样轻松赚102%。好，深瑞叮咚通知 28.7 喷到50，轻松赚70%，毫无悬念，有没有？惊为天人，赞叹不已。投资你看哦，是很明确，明确的箭头有依据，有未来转折，你就无后顾之忧啦。好，那箭头会通知每一个用户，那扣 3D 会通知所有的升级过后的尊荣 VIP 用户。好，你看过谁？你看过爱普。轻松赚46%，同你看哦，一个 APP， 一个转折是力量，有勾勾会勾出喷出希望的口诀，142可以赚到213，是不是？好，真的令人很觉得啧啧称奇。为什么如此神奇？就是我们苦练的成果哈。好，台康生111喷到136，好，金城科178，前面已经赚79%了。金城科八月份已经赚过79%，好，178，今天218，同胞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看有没有同胞？你看多神奇啊！你看到什么？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一个 W 底的雏形？有没有看到勾勾是往上勾？178选出来，今天218，完全不用追啊，轻松又赚了21%，79+21等于刚好100%，是不是？今年第六档的翻倍股已经诞生了，来看合一有没有看到？转折是力量，有勾勾会勾出一个勾、两个勾、三个勾、254，有没有？又叮咚通知长线大标股的买点，叫做合一254，10月11号，今天完全不需要去解它了，289，是不是毫无悬念哈 ？APP 是你目前最强的选择，好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，还包含今天的宏杰科来投资朋友，跌多久？跌这么久，扣 3D 箭头往上，有没有看到口诀又拿出来用？用户说江老师做梦都会背的。转折是这种力量，有勾勾会勾出未来喷出的希望，没有勾勾就不要去买它。好，272.4收盘亮灯了，明天又要享受被市场抬轿的喜悦了啊，没有错哈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哈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会员的心声，人生有了明确幸福的方向。APP 真的可以大幅度提高投资的生活品质，你再也不会想东想西，你不会涨也怕跌也怕，懂我意思吗？哈，学习哦，哈，技术班有10堂课，10堂课是技术班，2堂课是 APP 的影片教学，好，然后呢，扣 3D 提款机，你以前只能学，好，还要自己去研判跟运用，现在不止学会 APP， 直接一秒钟。展现扣 3D 的超强实力，有没有？这个深瑞、合一、宏杰科都是如此。连我长线送给全国每一位会员、每一位 APP 用户的长线翻倍股全新，今天开牌了，60.9，因为已经赚24%的，好，听好了哈，观众你不要去追我们的股票。因为坚持主升，专攻起涨，你只有买在起涨点，未来喷出去之后，才能够享受被全市场抬轿的喜悦，而不是去帮别人抬轿，懂我意思吗？哈，所以好的把握机会哈。今天是摩尔投顾周年庆，买一送二，我总共推了8天的时间，今天是最后一天哈，
最后一天，好，请各位务必要把握，今天晚上十点钟正式截止哈。啊，然后呢，免费升级尊龙 VIP 的叮咚功能也是最后一天了哈。来 at 留言或者是0800668085电话来电做咨询了哈。那假设明天后天 APP 又有选出全新主升标股，你可以复制深瑞、复制合一、复制宏杰科的模式，我们一样会通知你进场，请各位把握机会大赚主升哈。那最后我的节目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，祝各位操盘顺利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，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